还有点86，我操，86，要不然要不然，深处他们家深处一个。 跟着跳上去，你跑啊！别输了啊，小刘威，摸追梦，你现在摸他们家去，看他们家有没有，没有的话就锁定酒吧了嘛。 毙了，拿刀走，毙了，一包一包。别着急，直走就行。别找借口了，我他妈每天看你们找这个借口我都烦死了。啊？啊，不仅你啊，弹幕也是，喜欢找借口。哦呦，牛逼，拆吧。真顶屏，我就。 就180 FPS， 啊，这车库两个，一人下两个，还有。 对，不过别对，还有，他们家狗门掉包了啊，他去捡包去了。左手小心，左手。没亮吧？一二三，左手。今晚看吗？看，今晚看，决赛肯定要看的，兄弟。只是不想看国那个。 不想看外国队而已。为什么不想看外国队的原因，是因为那个爆点啊，头队。那个国服打，如果国际服可以看一下外国队打，因为外国队比较厉害，国际服比较屌。要是国服的话，还是他们不适应的。 7点嘛 ，BO5，BO5，拉，你不有我微信吗？我操，你没有，你没有我的就微信，叫月色拉你啊！30打30，遮蔽了，给荣耀之破皮肤，我们家，怼你了，就这么点，掉，有机会，追梦，有机会。